阿纯师父是断水流派掌门人，更是武林中的高手，高手，高高手。传说他的绝技断水流刀法堪称天下第一。一天，又一人来拜师学艺。师父，是否只要有人可以拿出您喜欢的料理，您就会把断水流的奥义交给我呢？那是当然的，征服我的胃就等于征服我的心啊。看我的厉害，哈！师父，这是我的炸鸡，您尝尝看吧。这种油腻肚肉的食物，想让我长青春痘啊！拿下去。可恶，竟然失败了！再看我的厉害，嗨！嘿，师傅，这是我做的汉堡，您再品尝一次吧。这么多淀粉，想让我肥胖啊？但是还蛮好吃的。哎，不然还我啊！不是，我要拿给我的仆人吃。竟然还是不行，看来我要用我的绝技了！哈！嘿！师父，这是我现煮野炊的高级白米饭。能把白饭煮得晶莹剔透，又有柴火香。我怕恶心。哎，师父，那断水流刀法的奥秘，嘿嘿嘿嘿。我决定把你留下来当这边的主厨。啊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，支持我们继续做影片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日本断水流的掌门人阿成。
今天就让大家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哈！哈哈哈哈。